就算有问题，那也是唯一一个给我舅舅养老送终的人。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事情。我的傻老婆，你不能这么想啊！宝宝，你听我说，咱舅去世了，我也很伤心，但是他也不能用一个假遗嘱就把房子给骗去了呀！舅舅九泉之下知道了，他也不会瞑目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事儿你要是做不了主，我替你做主。咱们找机会，找那个保姆聊聊遗嘱的事。3000多万，这是多少人几辈子都挣不着的钱。等我舅舅后事办完，我会找保姆聊聊的。放心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果然是郝然，不愧是价2000万。就知道你肯定要来问东问西，随便你怎么问，我这有遗嘱说话。这可是你舅舅亲自立的遗嘱，都找人公证过来的。遗嘱没有问题。没问题，你是找了正经律师看了吗？靠谱。那是我舅舅亲自找律师立的遗嘱，是有第三方公证的，所以这房子已经是保姆的了。不行，咱们得再找一个律师看看。虽然遗嘱没问题，但是保姆不打算要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就交不了遗产税。所以呢？所以，这份遗嘱是在老先生患有非常严重老年痴呆的情况下生成的，我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份遗嘱的法律效力提出质疑。这遗嘱都不算数，那什么才算数啊？如果这份遗嘱失去法律效力，那郑女士才是老先生的合法继承人。行，你是律师，我说不过你。阿姨，您先别着急，其实我们今天是来帮您的。您知道这栋别墅的遗产税有多少吗？啥税？我还得交钱。阿姨，这栋房子呢您要不起，不如您开个价，咱们都不吃亏。所以他打算低价卖给咱们。低价？多低呀？500万。500万？真的？你们说好了？但是保不齐别人也会找他谈的。500万？嗯，500万，就是遗产税也得500万啊！老婆，你就是天才啊！3000万的房子，你500万你就拿下了。那这样吧，我先给理财经理打个电话，把咱们家那400万的理财先拿出来。理财的钱不能动吧？为什么？那是咱们家储备资金，不是？资金本来就是用来应急的呀，如果他不能应急，我当时存他干嘛？正好问一问最近的收益怎么样。那400万我取出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取出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别着急啊，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这笔钱呢，我取出来，其实一分都没花，我都投在了工作室里。我也是想扩大经营，好早点赚钱养家。只要需要这笔钱，我立刻就可以取出来。昊天，我是觉得，既然这钱你是用来扩大经营的，就算你和我说，
我也会同意的呀。房子之后，房本上写谁的名儿？行，房本就写我名字，这可是你说好的啊，到时候不许反悔。妈，我和昊天都商量好了，就写您。那别墅真值那么多钱？哎，人家那户型、那地段，那不咔咔往上涨。这也就是人雪儿她舅的房子，咱才能占这么大便宜。老公，你看呢？现在400万已经有了，还差100万。咱们家其他的钱呢，都在投行里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取不出来。我觉得，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先把你那个工作室的相机和镜头先卖一卖。我记得当时开工作室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也花了100多万吧？那不行，那都是我吃饭的家伙事儿。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这咱家不是遇到困难了吗？总不能把这么好的投资机会让给别人吧？你说呢？现在缺钱的时候想起我来了，当初赶我走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客气？妈，当初是我不懂事儿，等这大别墅买来了，您第一个住进去。你说这成天住在酒店也不是回事儿？就是嘛。再说了，咱那老房子这几年也没涨价，不早就想卖了吗？哎呀，到时候让赵大嘴他们看看，看谁还敢笑话咱。哎，宝宝，宝宝，我不卖。你们少在这吓唬我！我只认遗嘱。这个房子呢，存在很多法律问题，被多次抵押过，属于不良资产，落在谁手里，房主都有可能成为欠债人。我说呢，前几天怎么有法院的人来过，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。阿姨，我舅舅呢没有孩子，我很感激这几年您陪在他身边照顾他，但是我也知道您在遗嘱背后做了什么。如果您不想连累一家人，我建议您慎重考虑一下。啥也别说了，这房子我不要了，你们拿走拿走吧。阿姨，您给我也不敢要。那你们今天来啥意思嘛？这样吧，这个房子呢，我可以帮您转手，但是需要您帮我个忙。事成之后可以给您50万的感激费，您看如何？好，哎，我愿意。是为了庆祝米莉莉签下了咱们公司年度最大的客户，顺便呢再和你们说一个我的决定，我呢准备休产假，我希望咱们公司客户。停一下，总裁。跟雕国强公司的合作谁签的？我签的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就走。